我现在站在的这个位置是三亚市凤凰镇杨兰村。我打完针了以后，没事了，我出来溜达溜达，在这转一转。我住的地方向北走20多分钟吧，就是到了这个镇子了。这个镇子这个就是烟火气特别足，有原住民，还有许多外来的人。像冬天了，北方人过冬的也在这儿租房子，啥也挺多的。我看路边上有挺多写着旅居的，长租短租的都有。这个是什么？这都是那个当地藤编的、竹编的一些，这个编织品。这个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朋友有知道的告诉我一声。这是卖槟榔的。抹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灰啊。当地人都嚼这个槟榔，这当地人都嚼这东西，嚼完以后啊，吐的地下一滩一滩红水，可脏了。这我顺着街道往里边走一走，以前呢，这个隔壁邻居大姐她在这时候她不让我自己走，我们俩有时候出来溜达，她说你自己别乱走。完现在她回内地了，我好长时间没出来转了。这两个人都是卖槟榔的。这镇里卖东西的蔬菜什么的物价比那个南边海边那边就便宜多了。我住的地方往南走20多分钟就是海边了，然后那个沿岸都是大酒店，星级大酒店，所以那边物价也高也贵。上一次我买药在那个海边那块买的那个镇片丸呢，在海边的药店买28一盒，完了就这个杨兰村就这附近的药店呢卖17一盒，差了挺多。这里边理发的干什么都有，小店特别多，这真是烟火气足。我寻等以后猴哥来了以后，我们俩在这里边好好转一转。这往里走就是个大市场了，这市场边上的街道两边也是卖什么服装鞋帽的呀，卖日杂的都有。打完针有点心慌似的。啊，那边蛋糕店买了几块这个点心，我站道边吃一口。哎，怕饿了，这个打完针再出点意外什么，再晕了，我就赶紧吃一口。这跟前有一家，黑龙江人开的，就像卖那个早点铺似的。看就这家，我昨天搁这买个发糕呢，2块钱一块，还有一个粘豆包。这鸡多少钱一只？35。35，鸽子呢？20块。哦，给不给杀？嗯，没有杀的，没有杀，哎，哦，自己杀。嗯，笼子好看。你就人在这个乡镇上啊，这些集贸市场啥走一走，东西还不贵，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似的。看这卖甘蔗的，这都刚从地里扛过来的，可新鲜了。甘蔗多少钱一只啊？多少钱一斤？啊，1根6块。1根6块啊。姐，你要买吗？我给你。看这小姑娘多好看，小姑娘。这个，这一个。这也是新鲜刚从地里摘的地瓜秧，天天晚上出摊这帮人。这是地瓜秧啊。啊，对。这个是啥？这个是空心菜啊，空心菜，空心菜啊。这个呢？那个你刚好1斤呢，一斤啊，行。嗯、这只叫啥呀？我没吃过。叫平安菜。什么？平安的。平安菜。卖完了。你看看收到了吧？我在看他收没收到，收到以后我再走，要别在我走了他再说没收到，把我喊回来。收到了是吧？来了。啊，来了，好了，我走了啊。椰子多少钱一个？1块。椰子都涨价了，现在。看这棵树多漂亮，长的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树叫什么名字，朋友们要有知道的，留个言啊。形状多好看，我没有那个石花软件了。看这只鸡跳房顶上去了，挺高的呢。上房了。这边芒果村都拆迁了，看这楼房有的都7-8层，这家好像是做席也不干什么。院里都是石家树，还有那个木瓜树。
我可愿意搁这村子里走了，来回穿。你看，看在村子边上，都拆迁挺多了，这房子全都要拆的。当地农民挺富裕，搁这儿，就这镇里的，这一栋楼房没拆的时候都租十几家、几十家，一年收入几十万。这是施家祖。这很多村民说他们都不愿意搬走，搬是给了几套房子，但是没有这个自在的。看这一片，这小楼都盖多漂亮，这都拆完去了。这前面不远，晚上就有一个小棚子，专门放卡拉 OK 的，一大帮人在那唱歌，唱一些过去那些港台的老歌曲、粤语歌。就这里，现在人少。